爸爸，我的泡泡水没了，怎么办呀？那我们制作一点吧。好的，来之后。走吧。还是爸爸，我现在来教室喽。哎呀，太多了。好了，别倒了。哇，好多水，还要放什么？不用，直接把它，搅一搅，甩一甩，看能不能行。爸爸，现在我是不是这样搅一搅？对，试一下看行不行。爸爸，泡泡水不好，老破，一吹就破。那我们查一查看，怎么才能把它弄好吧？好的。洗洁精73滴，白糖99颗，闺蜜的眼泪适量，搅呀搅，搅到糖化冒泡泡。爸爸。我们还得买一个糖，买点白糖。对呀、啊，走。哇，好漂亮！我知道爸爸做的秘诀了，是白糖向卖白糖的地方出发。走，我觉得你头发有点乱。好，那我们去给你买个发卡吧。好的，走吧。爸爸，你看我做的这两个漂亮吗？可以走。包上吧，爸爸，你帮我扣上吧。你要哪一个？这个粉色的。行。爸爸，你看我标了一个粉色的，漂亮吗？漂亮。然后那个10块钱呢。好了，今天的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自己在这里给我订阅留言哦。再见。